好，另外来看就是2017年东森线王前三名优胜选手出炉了，而东森美洲电视送出总奖金$10,000之外，美国西岸最大的购物天堂南海岸购物中心，许多的名牌业者也赞助精美礼物，鼓励多才多艺的优胜者持续的发光发热。兴奋，恭喜兴奋！2017年东森新人王终于出炉，来自拉斯维加斯的晴美从最初的南海岸购物中心海选舞台一路晋级走向决赛，表现亮眼，获得评审一致肯定。世界之巅拿下奖牌与奖品，晴美这次不只能获得东森电视台提供的奖金，还能得到由南海岸购物中心所赞助冠军的超值好礼，包括能在南海岸购物中心250家商家消费的$500现金礼券 ，Antonio 餐厅的$100礼券，价值将近$800的精品名牌 Coach 手提包，以及 Sassoon 沙龙现金礼券$450。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不止冠军奖品超丰富，同样唱歌实力获得好评的梁文超拿下第二名，得到的奖品也是物超所值，包括$300的南海岸购物中心现金礼券，价值$150的贝利精品包，琉璃工坊价值$170的水晶龙琉璃 ，Quattro Cafe $50礼券，以及顶级美发品牌 Fresh $80现金礼券。能唱能跳，外形更是甜美，来自纽约的金子涵果然不负众望，不止勇夺第三名，更包办网络票选最佳人气奖。同样由南海岸购物中心赞助的第三名奖品，包括$150现金礼券，价值$55的 Godiva 限量巧克力，精品名牌 Donnerbrook 的真皮护照夹，以及 Henry Bendel 精致蜡烛组合。而人气王奖品则有南海岸购物中心$50礼券 ，Lori's Coffee 餐厅价值$60的现金礼券，以及 Starbucks 的精品咖啡，同时获得两个奖项，也让金子涵这次收获满满。迈入50周年，美国西岸最大购物中心南海岸购物中心，不仅多年来以丰富的现金礼券礼品肯定选手的优秀表现，更是连续15年持续为东森新人王赞助比赛场地，也才能持续让更多爱唱歌的人在梦想的歌唱舞台发光发热。以上是东森新闻李宗尧、罗润林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